英冠短平，班尼对韦根，班尼在联赛领先紧，而且领先优势极大，其实力值得信赖。再加上他们已经保持多轮不败，班尼今次主场青红在望。未赞未 like 的就麻烦你赞下 like 下啦，唔好唔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！